另外一个民进党内部派系的战场。啊，贾中鼎甲苏贞昌两个人呢，你讲啊，阮无排伫安全名单顶顶。啊，其实迄是谈判嘛，咱看李应元排第四名，凭啥物李应元排第四名？虽然我以前捌加做伊个女朋友，帮助伊逃亡吼，但是我嘛是要讲，伊是安怎排第四名？啊，就因为伊泄气啊，对无？吴秉睿、段宜康，因拢足久拢无伫吼，你活动啊？邓宜康啦，对不？哈，伊嘛摆伫安全名单内底。吴秉睿嘛是同款，吴秉睿就跟我同款，伫快乐联播网主持。照你讲安尼，我嘛应该摆伫他前。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份名单提出来了，吼，一挂人，唔是讲有摆伫内底，也无摆伫外口的人，伊说无明白，民进党你的价值伫底，你的形象代表的是啥物？人去问蔡英文的时阵，蔡英文敢若讲一句话。伊讲这是最好的名单。啊，其实吼，台湾人上欠缺的是啥物？自信心呐、啊。过去变啊，就是甲咱同款无自信心嘛。所以，那有媒体去甲问吼，伊就讲规波安尼，愈讲愈侪，愈讲愈对安尼，愈讲愈唔对，因为你讲啥物人都会当来吐嘛。你去看蔡英文的回答是相当有自信。这是最好的名单、啊、所以大家都很抗议，就那边要怎么说，不要说，紧倒回来。真的耶，我们在蔡英文面前会自叹不如，因为自卑的关系。现在要说的就是说，我自己个人也是算幸运啦，对两千年开始，差不多在大选的时候，我都有的是计较，有的是也有去用委托，啊，嘛是因为家己职业的关系，因为定伫媒体吼，我会去比拼两边所提出来的白皮书。其实白皮书这是真重要的吼，白皮书伊是一个总统伊所有的政见的累积拢伫迄个白皮书顶管。我会记两千年的白皮书是林嘉诚先生，伊要来做研科会主委，伊差不多靠百通的学者做一下。这个第一届就出题，就是因为白皮书发表迄一天，阿扁也出来念迄个财经的白皮书，甲内底写都拢无共款。伊讲绝对无要加税，结果人内底写是要加税，是啊，那会安尼？所以对民进党来讲，咱直接嘛看到，就是讲写白皮书的人，甲主张选战的人是另外一批人。到尾也无偌久呢，国民党嘛，民进党伊嘛提白皮书出来。你就开始慢慢发现说，对两千年、两千零四年、两千零八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两千零十二年提出来的白皮书，应该是两党，我常常跟你说，你如果压在头上，包括是立委的选举，包括是县市长的选举，各位，你把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各县市的白皮书哦，吼，县长的、市长的、立委的，还是总统的，你拢甲压伫涂骹，互电风扇甲吹落安尼啊，大家去捡。我甲恁保证，恁若分会清楚的吼，可能十个内底可能无到三个，因为有啥物拢写了同款啊。县长的部分拢是啥？我用背好无？啥物发展观光产业啊，文化创意产业啊，吼啊啥物绿能啊，啊，迄、那个拢差不多侪嘛，对无吼？啊，那政府的部分，一定是啥？减少贫富差距啊，是毋是？吼，啊，搁嘛是哈？教育、观光啦、啊，还是啥货？其实讲的物件吼，拢共款。咱伫遮的时阵，一边去回想我头拄仔一开始所讲的，就是讲伫这二十当来。真多受到启发、受到启明的朋友，一再跟我同款，每一届选举若到，拢因为袂使伫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台湾社会要改变的时刻缺席，所以就算破病，就算唔情愿，嘛爱爬出来的朋友，我想拢会跟我同款讲，到底是安怎？既然这么重要，想怎样可以表现在白纸黑字政治人物他
上界先伊个证件顶悬，就是白皮书嘛。白皮书就白纸写落去，啊，无剩个你拢有讲个啊。你只顶悬照你讲，应该会当看到区隔，会当看到啥物叫做历史个，会啥物迄落。啊，其实咱伫只内底完全拢无看到。啊，但是呢，咱有看到啦，有看到，只要你毋是主流个，就开始画歹毒。譬如讲像尤锡坤。其实我也是很尊重尤锡坤，不过我也是要说事实。尤锡坤在总统初选的时候，他是民进党里面最毒的、譬如说像这个台联，台联2004年、2008年都还有在说、要为弱势啦、来打拼，也是说呢这个、要走阿辉伯的路线、就是说经济不能来挖苦中国，但是到今嘛，我昨日嘛吼，今仔礼拜对，我昨日拜五去参加因的募款餐会，内底讲啊，精读是经济统一，政读是政治统一，文读就是文化统一，拢因啊，因讲因上解读的啊，所以，咱开始的时阵说，毋茫讲台湾将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将做一个地。迄、那个土地顶悬，伫迄个国家内底个人民，拢会当过着幸福日子个国家，咱就感觉讲，到底啥物时阵才有可能来达到伊个理想？每一个人行到个，拄着个处境，敢若拢共款，咱嘛拢听着啊。啥物叫做换了椅子，换了脑袋，是无？吼、哦、啊，即句话，因为我捌坐伫阿扁个边啊。问过阿扁，阿扁也讲实在是无法度。你做议员的时阵，你的眼界看到的，甲你做立委，甲你做市长，甲你做总统，你需要去照顾的，迄摆就是踢开眼界就无共，所以无法度阁讲同款的话。但是，那么是要阁倒转来问啊，还阁有超七个月时间是无？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嘛，还有七个月时间。这是人讲的，讲真难得，四年一届，人民会当做主人的时间啊。这个时阵，什么上大？人民上大，剩的人民拢无大。在这个时阵，有什么任何的可能性？咱会当换咱，不是政治人物，伫咧吹迄个。吹高声，伫咧压迫人民，是换倒转来，就是讲人民有才调，有一个啥物反向的压力，来和这政治人物，毋那是民进党、国民党，所有第三政党拢无要紧。今仔日咱阁听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伊嘛安尼讲啊。伊讲起诉李登辉实在是证明讲，只要我马英九在位的一天，我绝对反贪污。啊，敢真正真诶？伊咧讲2008年的时阵，明是讲咧拼这个假中庭，啊，其实是咧拼陈水扁。迄个阵嘛是反贪污啊，甚至大胆甲讲二二八，伊嘛讲二二八甲阿扁啊拢共款啊。就是贪污的政权，拢会让人民反对啊！甲二二八定污定义，讲这是一个贪污的政权，所以尾啊，让人民甲伊唾弃。但是敢真正有影？其实咱看到2008年到2012年的这个中间，有真侪匪夷所思的黑金条款伫遐通过啊！过去咱讲迄个龙溪会总干事的选举，吼。有的二审定验，讲即马变三审定验啊。以前你若伫选举内底选立委，你回选去用掠着二审定验啊，即马嘛要三审定验啊。而且以前讲半年就一定爱结审，爱终结，啊即马爱偌久？即马会当做四年做甲煞，你可能嘛毋免终结啊。迄明明白白甲你讲，贪污无要紧啊，贪污无罪啊。啊，这拢嘛是明白，啊，搁有咱讲有啥物阳光几法，阳光也有三法，也有八法，也无叮当着啊。
啊，但是咱有要紧无？嘛是还阁永远有将近要一半的人会相信啊，拢会相信啊。啊，咱嘛唔知影讲这到底是安怎，所以有人咧讲啥物乱感嘛。不过我伫遮只是要停落来吼，十一点，我要向大家今仔日拢带问题出来，我嘛是其中伫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二十一当后，我每一日拢咧问我家己呢，到底敢有要阁老呢？到底有要选无？到底有要去属龙工商无？啊，毋过坦白讲啦，即马台湾的环境愈来愈歹吼，就算要属龙工商嘛，比过去计真困难。也毋过，我真欢喜要来甲各位分享的是，六月二六，也就是几工前，我有办一个，大部分的人讲，迄算是成功也阁袂歹。吼、哦，一个大场啊，何去何从？台湾的能源政策，一个论坛。啊，这个论坛呢，其实伫咧班的中间，我嘛是真痛苦，啊，真唔知要安怎。不过，因为有一个制高点啊，这是我最后要分享的。迄、那个制高点是，我去想着讲，日本为着天灾死两万几个人，为着核能外泄，这两万几个人有真侪人，因甚至因的尸体摊伫外口暴露一个月以上，无法度去收尸。因的人民嘛，因为这个核能外泄，所以无法度倒转到伊的故乡去做真济整理的工课，甚至啊永久离开家乡。我伫想，台湾离日本遐尼啊近，台湾人应该为这个部分有一挂思考。我感觉我有机会受人委托，虽然讲迄只是反核能还是核能检讨的系列内底一个真中间的一件工课安尼尔。但是我感觉，想到台湾的政治人物，你就会软啊。但是你外头若看迄白白牺牲的两万几个人，啊，甲因的惨境，你也感觉家己真幸运，啊嘛感觉家己真光荣。所以我嘛要甲各位，其实我本来还阁有准备一寡二十一世纪即几届世界独立诶，一寡例甲一寡故事，迄、那个故事有可能因为第一届时间到吼，我简单讲就是讲，啊，我阁有一节，我要甲各位讲诶，就是讲，伫国际上，虽然咱嘛对人流行，有甲人签啥物两公约，哦，政治权益甲自民诶公约内底呢，其中也有讲到会当自民主权。啊，林志升老师嘛替咱找出真济国际法顶悬，咱会当徛停停的依据。也毋过，我要讲的是，咱伫国际的政治的场合，甲国内政治的场合，其实有一个类似的所在啦。这个类似的所在就是讲，我老爸讲的，我老爸巧伊啊，我常常爱讲伊的话。要食好神，家己福。政治人物伊讲的话，哪会准算？那安尼，咱就唔免安尼蹉跎二十一年，可能未来唔知要过几冬啊！哈，同款，伫国际上，无管是国际法，即我唔是咧甲林志升老师闹开。我要讲的是有一挂现实的所在，就是讲，国际上，中国伊有制定真侪公约，包括对咱来讲，最近一个这毋是公约啦吼，但是这嘛是世界伫咧流行的，叫做啥物智慧财产权，拢共款。表面上咱看起来，伊嘛是一个考核，伊嘛是一个会当提来做的评估。因个这个评估，真正发生代志了，是不是公投了就无代志？无啊，
像科索沃攻打了印尼嘛，搁拍，吼、哦，啊嘛有迄款拍了讲会当政治宣布独立的无？政治宣布独立，像啊，咱要久的迄、那个，我较等下再来献笔记吼。比塞尔维亚遐独立的，另外一个国家，哦，头先讲的还是东帝汶，即马讲的是科索沃，伊嘛是已经伫1990年到1999年。都已经讲家己是科索沃共和国，结果嘛是搁拍，结果到尾啊，联合国来托管了后，尾啊因家己宣布独立。伫遮内底有真侪故事吼，咱发现每一个故事拢是足独立的，拢是足个别的。台湾呢，咱到底是要藏伫倒一套的故事内底？咱要行倒一条路，我伫想啦。虽然我毋知影结果是安怎，结局是安怎，也毋过呢，应该有一条路叫做行咱家己的路。啊，到底行咱家己的路是透过公道，透过即、這个嘛有人主张吼，讲伫政治先得到政权了后，再来得到主权。所以呢，即、這个。这是谁说的，我想咱嘛布鲁斯啦，布鲁斯爱说这啦，就是体制内独立，先去摕到总统了后，啊再请总统来宣布独立，等等。我伫想，从规尾应该拢是只有一个可能性，无管是国内国外，伊的独立甲伊的幸福，可能拢像我爸爸讲的，比较好心家己福。在意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在意这个国家的幸福的人，只好自己组织。我想这也是现在我们组织在这里的原因。但是呢，坦白说，今天我看到各位这么有特殊，而且每一个人都这么重在，这么认真在听课，我也相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只有我们开了拼命的人，咱的自信也拼命赢人，咱的经济也拼命赢人，无咱至少嘛赢人一点，咱的精神赢人啊！就是因为真可贵的精神，所以坦白讲，这条路一边来哈，我差不多接20通的电话，一边接啊，一边就错过一个交流道，所以对。9:27赶来到这10:04，安尼是20多分，啊无到30分钟的时间，对台北来，安尼嘛算紧啦吼，嘛算危险。啊，为虾米呢？其实嘛是因为一点精神加一点心，这个精神加心吼，唔是我的啦，因为常常滚伫内底人已经拢很疲倦，我感觉是各位伫咧等待的一份精神加一份心。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对即马脚踏，我即马脚踏嘛是一块土地吼，大家坐伫脚嘛是搁去踏一小片的土地。我真希望讲对即马开始，当然唔是用化修的，当然唔是用迄个正果安尼一直安尼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吹表的，是真正真心互相去感动，因为咱有看到对方，咱嘛有看到咱家己的精神。啊，咱嘛唔知影这条路要行偌久。我想，在做未来有可能就是变作真好的经济的老师。恁讲出来的路会比我更加正确。恁讲出来的路会予大家更加有信心。但是总是，我想，迄、那个精神，伊会表现伫每一时每一刻，都算是真细项的代志。啊，因为我相信你伫咧等我，我嘛相信呢。咱无伫遮，等无到无线，所以人就赶过来。啊嘛，因为看到各位真有精神伫咧听课，所以呢，家己就唔敢怠慢，讲的每一句话，明明是要抱怨，嘛会变作提升；明明是怨叹，嘛会变作是期待。我想。咱有可能还阁有真侪机会，已经毋望咱的头人。不过，我倒头来，咱的心就是咱的头人。
咱的精神就会当让这些头人也感觉歹势甲感动。我想真卑微，不过嘛只好对即马安尼开始做起。我无了解这个怎啊啥意思，不过我想先过一段了，咱先到这休困一下。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来感谢咱这个 VBA 的这个主持人，啊，啊，起立。立正，敬礼。啊，请坐。咱休息吼，去变数时间就好了哈，差不多延迟上六分钟，哦，啊，要变数休困一下，请去安尼去运动一下，哦。